我的酒店钱白花了。树洞酒店，苏可兰。啊，于总，那个你稍等一下，我让人给你送件衣服。送什么衣服？你不记得了？为什么会记着？啊？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啊，我们上楼去吧。哎，行行行，快快快！喂，玉涵，怎么会有记者？不是你说让叫的吗？于浩人都没在，计划都失败了，你叫人来干嘛呀？啊，算了算了。人家记者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不行你跟酒店沟通一下，没准他们还能上个热搜呢。嗯，能谈个代言就更好了啊。我在301。嗯，好，这样。给我扔桌子底下了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帮没良心的，给我自己扔这儿！哎，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快对哦，为什么那么多记者呀？对，树洞酒店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会有记者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怀疑是我叫的记者？你觉得是我在设计你，要让记者拍到我们？我图什么呀？以此要挟你吗？你的个性会被要挟吗？我要真这么做的话，你只会开了我好吗？你不是你觉得你的公关部总监有那么蠢吗？我说，没想到于总的酒品那么差。昨天谁最后一个走的？还有，我怎么就到桌子底下去了？不是你们是不是想死啊？啊！等着我啊！要不等记者先走，
今天还有个会。你衣服呢？哦，衣服我洗了。洗了？你先穿这个吧，直接穿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有更重要的事跟你说。闪婚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昨天你才见过的人呢？你不是因为梦里乱叫嘟嘟这事疯了好几个吗？我这关键结婚，你就不怕他听到之后跟你离婚啊，大哥？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谁是嘟嘟啊？当时我就慌了，虽然我知道他八成不会信，但我还是给他解释了。我就说我小时候没人跟我过生日，我离家出走，被一个小姑娘一家收留了。在他家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看了《中华小当家》，一起吃啊。然后我就叫那个姑娘嘟嘟。嘟嘟。嘟嘟。然后，你猜怎么着？不会吧？你们小时候就认识啊？你说有意思没有？当年那个在路边捡到。只会跟我说我今天过生日的大傻子，竟然就是龚文星，有缘分吧？这么巧的事儿，不是缘分，又是什么呢？这缘分来了，你想挡都挡不住。缘分来了，就别躲。苏可兰，没想到于总的酒品那么差。